孙家领袖，粉碎乱世。 起呀！ 时值东汉末年，朝廷内部争权夺利，导致天下大乱。恰逢天地异变，饥荒频发，使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。此时，一个名叫张角的男人横空出世，他在冀州创建太平道，以此拯救世人，顷刻之间便掌握了民心。 中平元年，张角率领太平道举兵起义，反抗朝廷。头戴黄金的黄巾军在各地同时揭竿而起，这便是后世口中的黄巾起义。朝廷虽然火速派兵镇压，但是无奈接连败退，延续了400年的汉王朝即将走向终结。
敌军是30万黄巾军，虽然大多是百姓，但是数量上非常有优势。你这样一说，真是令人吃惊。愤怒的百姓，真是可以震撼大地啊。孙坚，字文台，孙家的一家之主，据说是孙子的后代。骁勇善战，有江东之虎之称。对汉室忠心耿耿的孙坚，为镇压黄巾起义举兵了。哎呀，主公，现在的情况并不好笑啊。这有什么，战斗不是以人数取胜，这些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难道你能以一己之力抵挡千万百姓？说起来容易，但是说过了就是大放厥词。陈普，你也不要如此较真。正因为在人数上不占优势，我们孙家才会挺身而出。我们要帮助势单力薄的官军镇压黄巾军，这也是为了守住汉室。记住，我们孙家是汉室的利刃，现在正是我们完成这一职责的时刻。而且我觉得这一战不会失败。何出此言？因为我们孙家猛将云集，程普、黄盖、韩当，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。哎呀呀，主公就是擅长鼓舞我们呐。真是的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岂能不热血沸腾？你们总是这样，看来又要由老夫来负责提高士气了。哎呀，程普大人，不要如此争强好胜啊。据说董卓已经在广宗布阵，似乎有50000官军。董卓是那个在凉州扬名天下的人吧？好，先去与他会合吧。听闻董卓就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，孙坚大人切不可掉以轻心呐。好，我一定会牢记在心。我们出发，黄盖，鼓舞士气吧。好啊，崛起吧，江东孙家的将士们，我们要成为猛兽的尖牙，彻底撕碎敌人。黄巾起义表达了百姓的，不是天下的不满，之所以会以这种形式爆发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哎，算了，如果我心生动摇，就会让大家感到迷茫。现在还是专心考虑击败黄巾领袖张角一事吧。主公，请看，前方就是黄巾军的部队。正好能在正式开战前做个热身，我们走，将敌人杀个片甲不留。与我们黄巾军作对，
一定会受到天谴，像现在这样。朕是不是想阻挠黄巾军？那就来和力大无穷、跑得飞快的周仓决一胜负吧！这招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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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下糟糕了，我还是快点逃吧。总算到了，那就是董卓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孙文台率兵将一千前来参战。你就是那个什么江东之虎啊？你们随便找个地方歇着就行了。不，那个，我们也希望能尽快参战。没这个必要，现在只要观察情况就行了。说什么？为什么要那样？你们是笨蛋吗？想想黄巾大军有多少人，我们这点兵力，怎么可能打得赢啊？我们可是官军。有人作乱，我们就用更多的兵力碾压过去。在朝廷注意到之前，随便打发时间就行了。那如果朝廷没有注意到呢？内史也有内史的办法。如果你们实在手痒，那就随便吧，到别处去打打散兵、游泳什么的。不过可别给我惹麻烦啊。遵命，我们这就去镇压这一带的黄巾军。哎呀，感觉好麻烦呐。董卓究竟在想什么呀？不过他的话也不无道理，就算对手并非正式的军队，军力的差距也不容小觑。不，董卓应该有着另一种看法。不损耗自己的士兵，对各地的战事置之不理，这样下去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？很有可能毁掉当今天下和汉室，只剩下董卓毫发无损。哎呀，难道他……那就是人面兽心的董卓的目的吗？真恶毒啊！主公，我们怎能对那样的家伙坐视不管？不，现在还无法定论，而且他的表态也不是毫无作用，就让我们利用他吧。一边与敌方士兵战斗，一边将其引诱到董卓面前。一旦他想留存的士兵陷入险境，他也不得不出来战斗。如此一来，他的阵地就成为了主战场，我们则趁机击败黄巾领袖张角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有胜算啊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感觉孙坚大人比董卓更像恶人呐。什么？那样才恰到好处吧？看来这下有热闹瞧了。很好，我以
斩杀敌将。您真是太引人注目了。这位大人，欢迎光临。
感谢惠顾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感谢惠顾。锋利。小娜。什么人？黄巾军，放马过来吧！我孙文台定要击败首领张角。我们要引出黄巾军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击溃眼前的敌人。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这招如何？遭遇阻捉，我们则趁此机会击败张角。这招如何？哦，原来还有人与我想法一致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见董卓不肯行动，就诱使敌人攻击董卓。不错，此举确实能够推动战局，我也来协助你等。引诱黄巾军之事，就交给我吧。那个，多谢了。不过你是什么人？
我名为曹孟德，来此的理由与你等相同。哦哦，是你呀、啊！你的名字老夫早有耳闻。哼，你们也该自报家门才对吧？失礼了，在下孙文台。哦，我们也听说过你的名号呢，传说中的江东之虎啊。主公，遇到有趣的对手啊。嗯，听闻孙家世代尚武，让我等见识一下吧。不负众望，努力奋战吧。你等暂且返回董卓身边报告情况，他应该很快便会调兵遣将，记得先做好镇压黄巾军的准备再去。我明白了，曹操大人，谢谢你的提议。妈，这就回来了？黄巾军的情况如何？是这样的，董卓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，黄巾军正在向我方袭击。黄巾那些人打过来了？可恶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都听好，前进。战局终于开始推进了，看来曹操大人一切顺利。各位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为击败张角，全军奔赴敌方大本营。那个